来。你开引自己 F6 开呗，又不伤。红 buff 开有什么用呢？这积木挺折磨人的，这积木啊。将他们冲散。不行啊，这没办法上了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牛头前期可不太行啊，有点穴位有点弱，别往前上。牛头的辅助下路可太弱了，补个兵吧，先升个二。你必须跟着俺。杀小鱼人，他只要往前一步，我就让他死。看这小绿人敢不敢往前上啊！注意 EZ 这个英雄必须前面没有小兵啊，他的前面必须没有小兵，我们不要说是有小兵的时候跟对面打，对面如果不打的话，那咱也先不上不急。这波把炮车吃了可以上了，直接上来。这不行啊， EZ 跟不上，吃个药等下一波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哈布的空二连顶起来，当接点烟，闪现走，吃饼干，漂亮。来顶 ，nice 呀，小黄毛！推兵线，积木开始折磨人了啊！积木，现在牛头这 E 打不了防御塔哈。回家拿出我的牛奶，将他们冲散。买个针眼儿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好意，那是小黄毛这一波啊，小黄毛这一波已经没有意了啊，我们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他的意技能，他的意技能蓄力特别长。好，可以上了 ，W Q 二连，走呗，抓，好 K 呀、啊，你是真能 K 呀、啊，别急，别打了，这人可以越塔。不知道对面打野在不在啊，我先去查个眼。好，直接杀顶敲，别让他放扣，我们走位。嗯，致命点烟，为什么他扛塔呀？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为什么你扛啊？
我没明白啥意思啊，为啥他扛塔呀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来个西地海呀，不来西地海跑得太慢了，武术海，这牛头就得武术海。那他先 W 的，这就不能赖我了。将他们冲散。那上的太快了呢，你这好好的一个人头没了，折磨人是吧？这积木啊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跟我直接上。哇，人有点多啊！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！算了算了算了，那蓝枪来了，蓝枪来挺快呀！你早咋不飞呢？杀杀蓝枪，杀蓝枪！可以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说这卡莎咋这么狂呢？知道该怎么做。将他们冲散。你还没升六呢，你啥时候升六啊？能快点升不这？快点升吧，好帮你给他顶出来呀！你先升吧。哎，算了，二一块升吧。我升也比较有用，我们也得早点升。赶紧吃塔皮，快快快快！你必须跟斩。该怎么做？他俩双六，我们只有单六，不合适啊！谁的眼儿？我这小绿人插眼儿，可以啊！等推这波兵，这波兵马上推完，我要上了。俺很生气，他离那么远干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好怕的？刚才一开始他不怕的，他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害怕了呢？去跟斩！你甩大干嘛呀？这直接跟我来了，直接二连，没办法，兄弟，这你拿不着。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这不好上啊，我直接上了，我这双 buff 不没了吗？他俩好猥琐啊，他俩就以发育为主呗。后果很严重。塔不好越，越塔越不了。
线端往前面走啊，兄弟，跳跳弹没跳去。我来个炼金罐怎么样？炼金罐现在加技能急速其实挺好的。没什么，这波是不是略微有点小亏？哎，但其实我跟你们说，主要是他跟不上我。不过我已经知道这异类到底怎么玩的了，他跟不上我。正常，刚才这一波机会很好的。你必须跟斩。哎，这狗头人怎么回事啊？这狗头人，我到了。对啊，打死他，漂亮！怎么样，积木值钱了呢？将他们冲散。谁呀？走。亚路能打吗？我其实能。怎么做？这怎么的呢？这？这怎么的呢？这？不行就干小驴人，我有二连，三二一，拿吧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，把下路一塔拔了。将他们冲散。回家了，铺个炼金罐。哎，我这不无敌了吗？这炼金罐开人可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来个炼金罐。虽然我们不是炼金，但是我们来一个炼金罐。脚底下带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俺很生气，后果寒神算是够呛了。别着急啊，看来可能要越塔。我先杀这狗头人，我再敲死蓝枪，你给我起飞，你给我死，我怎么双杀了呢？咱再来个板甲，这跑的得多快，这牛头就跑得快。哎，这牛头给我敲个钟，可以给你敲个钟，我给你敲钟，等一会儿的吧。俺们家两条龙可以，排个眼儿，算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这边里边有两个眼儿，
我补个车啊，兄弟！我直接炼金罐，二连开大招，刷平给起飞。 这个闪现真是个傻逼，这还闪个屁呀！这有什么好闪的？这，哎，这死了就得了呗，这还闪？蓝林汉真傻逼呀，蓝林汉，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。人的生存本能，兄弟们啊，这波是人的生存本能。 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炎帝求生本能啊，触发了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到了。 我给你拜个年，追狗头人，炼金罐，哎，疯牛病，哎，擦，端致命点炎开大招，平给一敲起来往后拉，走了，打不过，没死呢。 拆塔没事儿，哎，为什么不拆防御塔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活了啊，人活了。 我们去小龙做视野，先把对面中塔推了。中塔不推，我们的视野范围就不会很大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旁边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呢？别追了，老弟，在中路等着啊！这蓝枪在这等着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起飞，顶。 小龙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把眼儿排了。你们追那狗头干嘛？我们多个人不打龙。
你俩杀我，想好了？我有大招，你俩杀我。狗头人，起飞，顶走。狗头人死了，卡莎也得死，漂亮，蓝枪呢？万顶！ 我为我们家做足了贡献，兄弟们，大龙可以要，打吧，劣势，嗯，劣势了，什么劣势了？我们优势。 俺们家好像少点这种救赎这种东西，没有谁能加血。买个针眼儿。来中啊！ 狗头人呢？真是吓人！再给我打的，就硬打那牛头呢，就硬一直打那牛头，就硬打我这狗头人呢！哎呦我天！今天怎么的？今天想吃牛肉了？涡轮炼金棍，小绿人，这边有两个小绿。 我给你扛着，让他吃我，没事。狗头人给我一顿敲，狗头人就敲我，别人都不敲。 拜年了，给你，过年好。干哈呀？这仨人啊？这干哈来了呢？啊？这谁能上来呀？这？ 一换三，嗯，现在我们就属于一个极致搅屎棍，打吧，费的技能有点多，不打吧，控人又有点烦。哦。 小龙，龙魂了，插好眼儿啊！
让对面没有地方能过来抢我们这条龙，把龙魂拿了，这把也就差不多了。将他们冲散。涡轮炼金棍，当！生气，后果给你拜年了。下路吧，下路，下路推。你干哈呢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嘿，一下下。狗头人啊，狗头人，我扫一下。将他们冲散。嘿，狗头人，狗头人动都动不了。二连蓝枪开大招，给我往前冲顶起飞。涡轮炼金棍，我不能再扛了啊！俺很生气，很严重。这把应该我是 MVP。第一，我们助攻太多了。第二，我们等级太高了啊！即使小黄毛杀了15个人，他都不一定能拿到 MVP 啊！即将为我们揭晓 MVP 是我啊，是我！但是我决定不给你们结这波账啊！